可爱呢，小可爱。特朗普，你老婆。可恩爱吃可乐鸡。可恩白云。嗨，我是可恩，今天要来开箱的就是 Honor 刚刚推出的 Honor Magic Earbuds 无线降噪耳机。因为实在太多人 PM 我叫我推荐一个摇盘摇篮的无线耳机，那其实你们都知道，无线耳机不贵，有降噪功能的无线耳机也不贵，但是有主动降噪的无线耳机贵。目前你在市面上看到那种500块以下的降噪耳机哦，其实都是被动降噪，跟主动降噪是完全两件事情来的哦。那这边就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到底被动降噪跟主动降噪有什么区别？这样以后有人问到你，你都可以穿回它吗？是不是？一，主动降噪。它的原理呢，就是识别出不需要的噪音，然后制造一个精确的反向信号来抵消原本的声音，从而最大程度减少背景噪音。第二，被动降噪，就是使用物理被动处理来遮掉噪音，它不需要任何的电子元件，而是通过海绵啊、橡胶啊、硅胶啊等材质把耳道和外界隔音，从而减少噪音。还是不是很明白是不是？那我来举个例子，就是有一个屁孩要对着你尖叫的时候，一，你用手指插入你的耳道里面，这个呢动作叫做被动降噪。第二，你用相同频率的声音对着它喊，来消掉它的声音，这个呢就是主动降噪。那因为主动降噪制造过程哦比较复杂，然后设计上面也会跟着复杂，价钱就会比较贵。那被动降噪呢，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结构非常简单，然后技术含量又比较低，然后制造门槛又比较低，所以价钱就便宜一点哦。像是大家都知道的 AirPods Pro 或者是 Sony 的 WF-1000SM3， 这个都是有主动降噪功能的耳机，所以它们的价钱少少哦，只要900-1000块，四位数的一个耳机，开玩笑啊！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卖那么贵了没有？那今天来开箱这个 Honor Magic Earbuds， 就是一款有主动降噪又不需要四位数的一个耳机，它的价钱就是499，什么 surprise？ 什么 surprise？ 耳机外壳呢，就是一个放大版的 Panadol 药丸形状，打开它的耳机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啦。有没有觉得很像《浪漫生命》里面的？耳机壳和耳机是靠 CD 粘住的，那现在就我来测试一下，到底它的 CD 够不够强，会不会粉一下被我粉出来了？那我现在使出吃奶的力气哦。CD good，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机 connect 吧。它这边后面哦，其实是有一个 button 的在这里，然后你只要长按两秒，然后你就看到它的灯这边绿了。然后你就可以看那个，按两下就是播放歌曲或者是暂停歌曲。那如果你是按住的话呢，就是降噪 on， 或者是降噪 off。哦，对，一个无线降噪耳机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戴到舒不舒服，会不会耳朵痛，跟会不会有压迫感。那这个我个人觉得还不错，你知道吗？可能还是因为采用它那个入耳式的设计，所以很贴服你的耳心。那其实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耳塞式的啦，因为那个会我耳朵会痛。那而且它还蛮稳的，就算我很摇哦，它都会掉出来。这个还叫我把头摇到都快断了，但是这个耳机还是稳稳的套在我的耳朵上面，所以大家对它的那个附着力大家可以放心，它不会容易掉。讲完外形，讲完讲 connect， 讲完舒适度，来到重点了。现在要讲的就是降噪。就 Earbuds 的降噪哦，主要用在两个地方。第一呢，就是环境音降噪；第二就是讲电话降噪。那环境音降噪不用我讲解释啦，就是大火车啊、大飞机啊，在马路边很多摩托经过那种场景的时候用的。那至于讲电话降噪，其实你留意看啊，这个耳机这边有三个麦克风。这三个麦克风其中两个就是负责通话降噪，一个通过声音定位只拾取嘴部的一个语音，周围的噪音就会完全避开，而另外一个麦克风呢，就会负责拾取你耳道震动的纯净语音。这样一来，在你打电话的时候，即使在很吵的地方，对方也只听到大部分你的声音，而不是周围的噪音。降噪开，降噪关。Honor Magic Earbuds 的降噪功力是不是那么厉害哦？所以我们决定来玩一个小游戏，那就有请到 Hilary 来做这个嘉宾，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。然后我们今天要玩这个游戏就叫做看嘴型猜字，就是我们会出一个题目，然后他的耳机里面会不停的播放一个小时的那种电影歌，就是那种
懂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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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DM 对啊，然后呢就是要看我的嘴型然后来猜出那个字，如果他错了就会给我打这样子啊。对，然后我们会轮流，他对五题我五题吧。对， OK 我们就开始吧。 Go。 我们现在在播这个歌是什么？ Love on the sun、Lovers on the sun。 OK 最大声。 OK 哎，音声好像我听不到你讲话，我讲话很大声吗？很大声啊。OK 我们开始了啊，第一题开始了啊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 OK OK 记得戴口罩，戴口罩，记五个字，记得戴口罩，再来一个，记得戴口罩。我听啊，你听到吗？啊，你是听不到，听不到。 OK OK 第二题是特朗普，你老婆。不是出口，特朗普，你看清楚，吃的不是吃的，特朗普，鸡蛋糕，你怎么讲？特朗普是鸡蛋糕 ？Don't be rude。好，人什么？人一个人来的人，人来的人，三个字，特朗普。人人人人人人人特朗普，特朗普。先换可恩猜。OK。我怕你太大声。OK。我大声，我赶紧叫大声，听到吗？听到。听，吃那边，吃那边，吃那边。三个字，三个字啊，海底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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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叫大声，别叫大声，这个，这个难，这个很难。可恩爱吃可乐鸡，可恩，可恩爱吃，可恩海喜爱吃，爱。爱什么？爱水，爱吃，爱可乐。爱吃华语，爱吃的路华语，华语。不要乱讲，我没有华语。可恩爱，可恩可乐鸡是爱吃，爱吃可乐鸡，可乐鸡。OK， 我们已经玩完了，刚才一人五题，就是十题这样子了，可能简介是会简洁一点，那你们看到可能只有三题这样。OK， 谢谢 Hilary 来玩，我已经笑到肚子痛了。我总结讲一下那个耳机，其实它真是降噪蛮好的，完全听不到，我只听到嘣嘣嘣嘣。对，只有音乐，完全就是旁边的声音我都听不到，只有那个在懂字懂字吧。所以可能你们看影片的时候不要开这样大声，就因为我们喊很大声，对我们这喊，没有因为你很大声，你很大声，我很大声，我很大声，有点大声，我外面都听到。OK， 谢谢 Hilary。好了，今天测试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个 Honor 的 Magic Earbuds 降噪功能真的很猛一下，而且它的蓝牙连接非常稳定，不会突然就断线。重点价钱不会贵，只要499块就买到了。那如果你在 Early Bird 买的话呢，你在这个 Hi Honor 还有 Shopee 官方 Sendhing Sendq 这边还可以直接扣100块给你，就是说你只需要给399块就买到了，然后还要送你一个最新的 Honor Skill 2体重仪。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入手一个无线降噪耳机的话，我非常推荐这一款 Honor Magic Earbuds。那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给个 like， 然后分享出去看个100遍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 Facebook、IG 和 YouTube。我是可恩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